打 SE 这边，双方现在基本上都是满装再满装，经济可以忽略了。我这边的话抓到了 Heroes， 但是无敌战锤看起来会被秒掉吗？回血回起来了，后方的狗哥是被控制住了，但是他瞬移拉开来之后，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输出空间、欸。但是俊伟输出空间也相当的不错，在绿茶的部分还没有倒下来，双方都交换茫茫多的涅槃之刃，这边往前再攻进攻，打到大杀特杀了，倒下了狙击，倒下了狗哥。哇，这一边的话，直接偷了，偷菜不说，Oh my god， 还有机会吗？没办法，死神灵刀被打出来，哇，还好，兵线差一点点进来，没有整掉，而且第二波也来了，涅槃之刃站了起来，狗哥现在复活，但是珠宝的血量掉得很快，最终恭喜 SD 2-0来到了金牌局。